6月9日消息，复古掌机品牌 Ambonic 安博尼克的 RG Cube 方屏安卓掌机现已正式开售，海外售价159.99美元，当前约1161元人民币，国内售价998元。安博尼克 RG Cube 复古掌机采用一块分辨率为720×720的 3.95 英寸 IPS 屏幕，提供4种外壳颜色可选，黑色、米白、灰色、霞光紫。此外，2G Cube 使用霍尔摇杆与霍尔扳机，并搭载 RGB 摇杆氛围灯，提供彩虹循环、追光等多种模式可选，支持1600万色自定义。性能方面，该款掌机使用紫光展锐 T820 处理器、4XA76++4、XA55、猫力 G57MP4、6纳米工艺，并采用主动散热设计。此外，2G Cube 还搭载 8GB LPDDR4X 内存与 128GB UFS 存储，支持 microSD 卡扩展，并内置5200mAh 电池。